岁改得定。听说呢，是当地很知名的肉肉。我看到牛，难道这个牛肉是顶级牛肉吗？光是想到我就很开心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去找一个爸爸，爸爸就会带我们去吃好料。Go！听说你今天要带我们去吃好料啊？不是，你在干嘛？阿爸吃的贵。哎，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？天竺鼠，这边的天竺鼠很大只吗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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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竺鼠长这么大、啊，大哥，我们现在说的是天竺鼠呢，不是山猪哦。2公斤那么大一只，你是在做效果吗？老鼠、天竺、飞鼠、米老鼠我都看过，不要跟我开玩笑啦。不要说我贪吃哈，你看我也是有帮忙的。爸爸，我们要推去哪里啊 ？Ahora sí voy a abrir la puerta。就是这里面吗？是是是。而且你看看，居然锁着呢。很像我们家里面的保险箱，家里面保险箱才会这样锁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会直接四处这样乱窜跑出来的。Casito vamos a echar y ahí vamos a desinfectar los pies. Sí, para que no haya contacto. 哦，消毒我们的脚。啊，不是给他们消毒，是给我消毒了。这里的味道好熟悉哦，好像我阿嬷的鸡舍里面的味道。不不不，一点点一点点给他们。加到多少？现在是刚过那么。也没有一点点哦，也是这样一大把，有没有在外面超市买的那个葱的大小？哇，这边的鱼好大只哦，你长得好像兔子哦，哪里像天竺鼠？怎么样？哇！大哥是越走进去越大只吗？我天哪！我天哪！真的很大哎，其实看到了有一点点可怕。你有看过把老鼠当保养的吗？不但戒备森严，吃好住好，每次养得跟迷你猪一样肥滋滋。没想到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对秘鲁人来说可是摇钱鼠来着。大哥要给我长毛的，好像长毛腊肠的长毛哦。哇，大哥说我要怎么抱？我可以抱他吗？是是是，你可以的，你不会的。什么？他可能会咬你。那是怎么回事？是吗？这样拿他。哦，他这样拿他啊。哦，乖乖乖乖。哦，其实抱起来的感觉真的是跟狗狗一样哎，而且它的毛啊，你看这个配色，好像雪纳瑞哦。你的头发好柔顺哦，比我的还要柔顺哎。大哥他没有做护发吗？哇，这个头很肥耶，天竺鼠中的卢学瑞。这两只啊，有分那个哪一个比较贵吗？是因为它比较重的关系吗？是是。可是如果大概如果它们是相同重量的话，哪一只会比较贵？对的，慢慢给。哦，一样的价钱啊。人家常说世界因文化差异而有趣，天竺鼠在台湾来说我们把它当宠物养，但对当地人而言是最佳的蛋白质来源，这就类似我们吃鸡肉猪肉是一样的意思。不过哈，想克它还是得有心理准备啊。你有看过这样的天竺鼠吗？耶、yeah, 很像那个呢，烤山猪有没有？咕嘟嘟嘟嘟，只是是迷你版的。可是哦，大哥，我们要怎么吃它、啊？哦，脆皮的呢，感觉很好吃。哇，大哥头是可以吃的吗？是。哦，It's OK， 我吃身体的肉就好了。第一次尝试，太恐怖了，而且里面放的是香茅耶。很多的那个，像之前啊，我去东南亚，那个里面东西也都是用香茅去烤，哦，好香哦，这样切开来，不晓得你肚子饿成这样子，语无伦次，不晓得那个肉质是怎么样，把它这样切开来，
就有熟悉感了。哇，大哥，所以内脏有处理过吗？是，对，就是原来面是吃了那些过来盖子那么些。我可以吃了吗？是，也不会吃那些。这样像不像是那个炸鸡腿？好香哦，肉质是软嫩的，就真的很像是我们吃鸡腿肉的感觉。我原本很担心是说它的肉质会很柴很干，结果不会，有点像是那个老皮嫩肉的感觉。如果说这吃起来跟鸡腿一样，你信吗？相信我，吃起来不但没有熟味，滑嫩的口感简直就是好好吃嘞！原本以为好熟肉就已经够不可思议了，但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招，更是大绝！来来，你看看，这是煮汤的汤料里的，大哥里面有放什么啊？白白，天竺鼠，还有un poco de arroz, no, maní, 有一些红 maní, 花生，花生，我先喝一口汤。哦，哟，重口味呢。这个汤咸咸的，但是有那个花生的香味了。你看，如果我不说啊，它像不像是那个猪脚？再皮试一试，厚的耶。可是大哥，为什么我在吃这个炸的，这是烤的，烤的这个为什么感觉皮没那么厚啊？这沙巴斯的风味，这沙巴斯的。因为有加水啦，所以它就可以保持它的那个韧性。你看，你看，有个端的，超像猪脚的。我要先吃这一块，切。很 Q 弹耶，很像是猪脚，真的是猪脚。如果烤的跟这个煮汤的，我反而是喜欢吃这个，煮汤的。虽然它单喝汤啊是很咸的，可是你吃它的肉很好吃，感觉胶原蛋白超多的，它在里面这样子狂跳呢。看画面就知道，这鼠肉 Q 弹到我连话都说不清楚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难怪会被秘鲁人誉为美颜圣品。谢谢你收看《世界第一的》，记得哦，要订阅订阅订阅，开小铃铛，你就绝对不会错过最精彩的《世界第一的》。